波尔 USA Today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湖人今做客费城挑战76人。湖人英格兰 Brandon Ingram 在决胜节最后08秒时投出一记制胜三分球，硬是让一路苦追的76人在自家主场吞下二连败。湖人手感发烫，开节便攻下35分，反观76人则一路落后，战至第三节时更一度落后16分。即使霍姆斯 Richard Holmes 在单节攻下11分，末节更二度将分数追平，读秒阶段仍挡不住球哥波尔 Lonzo Ball 的关键助攻，传给英格兰投进制胜三分弹，最终让76人吞败。此役湖人得分多点开花，其中以英格兰21分7篮板6助攻为全队最高，球哥也有10分8篮板8助攻入袋，不过三分球则三投零中。英格兰 USA Today 76人方面，尤恩·彼得 Joel Embiid 上场36分钟33分7篮板6助攻5组攻为全场最高，上届状元西蒙斯 Ben Simmons 也缴出12分13篮板15助攻的大三元数据。